耀輝老師就嚟到 Haji Gallery 呢度，點解咧？點啊，Haji同學。係啦，耀輝老師，點解咧？你講下今日嘅目的啦。因為咧，我依家喺浸會大學教緊一個課程，咁就係關於當代藝術嘅情況。呢位係 Mini， 就係 Haji Gallery 嘅負責人之一。Hello， 你好。今年影緊嘢嘅 Michael 咧，都係同時同阿 Mini 一齊Hello，其中咧就牽涉到關於市場嘅運作。咁因為Haji Gallery 啦，喺香港嘅藝術圈入邊咧，係一個好得意嘅情況，好得意嘅一個搞藝廊嘅運作。所以我就同啲同學一齊嚟參觀同埋聽你講嘢咯。哇！咁而香港最貴最貴咧就係空間，冇人會租一個鋪位，乜都唔擺，淨係擺一幅相。關於邊界嘅逾越啊嘅顛覆啊，有個平台，有個空間，讓呢啲藝術可以繼續生長，又去養分，然後等人哋可以入到嚟睇。其實頭先逼得嚟咧，我都覺得幾旺，所以好開心啊！係啊，冇錯，見到有班有熱力嘅人啊，同埋要翻一齊嚟，耶、yeah. ！